我还听妹姐说，你为了要让妈妈哈多出去走一走哈，你好像想了一个还蛮有趣的方法，鼓励妈妈那个练唱唱歌吗？对，是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就是年纪大了以后，慢慢其实她的咀嚼跟她的吞咽会比较有问题。是，那因为中风就更有可能会有问题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就教她唱歌。对，我就说你用唱歌的，你爱唱什么？哦，他先唱哆呀波潘，然后我就说好，台语歌几首，来啊国语歌过几首，你要什么？对几条？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哎，来，现在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伊就唱一句，然后第二句就忘了。提词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他就忘了，常常练习这样子。刚刚提到要让他唱这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我想我们今天就来演奏这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是，对，让妹姐回味一下跟妈妈的这些互动。那我们来听这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